找一个，我他妈小心，右手来了 ，OK， 找俩，楼二楼有一个二楼，哎，兄弟们挂机，我不去添麻烦，知道吧？我挂机等他们打，哎，我等会去的话，我可能平房楼梯有一个。 就一个，就一个，腾哥，我操，没啦！你看，兄弟们，像我这种很干净的主播，就是很容易被人家直接秒头。你看我的头，你看我的头，自己看头的没有？看到没？头都没的，是没有头的，懂不懂？看到没嘛？是不是嘛？就我不要去看，我都不要冲，我一冲他妈头直接没。哎呀，我真的。 不是说让他们，知道吧？我们得用冲锋枪才行，知道吗？对，上马是 M4，没有那种感觉。近战打近战没有冲锋枪牛逼，知道吧？妈的，他妈直接说我头，说了他们锁，他们直接锁啊，他们怎么跟他们打？像我这种过分就很难受，你知道吧？来，我把他拉进来，是这个自信哈，是这个。 来吧，我就把你单独拉进来，就不让你在你朋友面前丢脸，道歉吧，跪下道歉吧，啊，就不让你跪啊，把人家那个钱赔回去啊。你们开挂的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哈，我们开挂了吗？你有证据吗？我们怎么可能开挂呢？谁开挂了？对呀。什么对呀？谁开挂了啊？你在这里说，你好意思吗？对什么对？ 你还自信不啊你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能不能大声点？听不见。听不见，我还要重复吗？啊，行啊，那你是不是该把人家钱退回去，然后再道歉呢？你们开挂的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哎，你的意思是你就不道歉了呗？是吧？是这么个事儿不？ 开挂档呀！哦，我没有开挂哦，啊，你的意思你反正你就不道歉呗，对吧？你确定不？好，我看到你不道歉，那行吧，那你等着，你在这里别走啊。等一下，哎，小畅，把你那个小对面也上，把你那个苍蝇也上一下。小畅。 法务，法务，你妈了个巴子！兄弟们，法务他妈又掉链子，你别走，你等我一下。法务来了，上两个号，两个号都上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确定你不道歉，也不把钱退给人家是吧？凭什么道歉？你开挂档，凭什么道歉？你也配？谁开挂？你有证据开挂吗？哎，我还没说你开挂，你说我们开挂。 吵死了！你别走，你别跟我走，别走。你那个号呢？我还上一个，别急，我再上一个，我两个手机。先拉个 logo 号进来，知道吧？别急，我再刷码，好了 ，OK， 来，拉。 好没好？你数五秒，我再刷码。我五你个蛋！你能不能稍微快一点嘛？来了，拉我。哎，巡查员的衣服叫什么名字啊？叫正义防卫吗？叫正义护盾哦。小唐，叫，我也不知道叫啥，因为我没有这件衣服。巡查员的衣服，兄弟们叫什么衣服？哎，我想吃口饭，他喵的，好没好？来啊，拉我啊！来了吗 ？OK， 我再吃口饭。 有点饿，嗯，哥们，刚才标什么标准啊？真的好厉害啊，标点。
来，我给你拉个人进来，你看看啊。我希望啊，可能在游戏里面刚刚你没发现什么异常啊，我把他拉进来啊。能不能听到？能不能听到我说什么？你拉呀。好，等着。准备。没有撤退可言。能看明白不？不就是主播吗？主播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们创始人也是主播，也有 logo。哎呦，挺了不起的，满大街都是主播。哎呦，现在主播都不行了。比狗叫，比狗叫，牛逼呀、啊！哎，牛逼呀、啊，你这啊，那你要这样说的话，那我岂不还得拉个人进来？看不出什么异常，对吧？有什么异常？不就一个单字？不就一个单字是吧？我们俱乐部一大堆，好吗？哦，现在单字 ID 没什么感觉是吧？那有什么感觉？满大街都是的，你在干嘛？最近拉我在这干嘛？好好好好，那主播分为很多种，你知道不？有小主播，有大主播，这两种你可知道？你要这样说的话，能看明白不？能不能看明白闪的什么光？啊！这光有点闪，助理拿个墨镜来。能不能明白啊？哇，赐予荆州！哼，我操，哥哥你好牛啊！哼，哇，你这变脸怎么这么快呀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不道歉也可以，但是你这账号会封。我想必你这 S 1的衣服应该挺值钱吧？啊，我可是看到你那个有开挂的嫌疑哦！啊。我开挂，你在搞笑吗？在不在搞笑？那我到时候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跟你这样说吧，我认识什么呢？什么人啊？到时候我可以把你这些录屏啊，什么直接锁头啊，还有透视啊，我可以直接发给他。如果说你这账号被封了，那就可不能怪我了。好吗？哥哥，我错了，怂了？哎，你怎么不硬气了？你继续硬气一点呗。你不要这么怂啊！哎呀，妹妹要什么运气嘛？哎呀，你真能变啊！你现在一下就变脸了，啊！看来你知道这个衣服只有大主播才有哦。你现在立刻马上，我先把那个人拉进来。你是谁呀、啊，哥哥？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谁？我不用跟你说，懂不懂？我不行，我也不需要跟你说，你就记住啊，你们俱乐部那些人。反正我现在呢，我也懒得跟你说这么多。我先把你刚才的那个什么江哥给拉进来，我看他在不在。哎，在。来，把衣服换了。你不要跟你江哥说我是主播什么的，我先跟你说啊。江哥，我帮你搞定了。喂，我帮你搞定了。啊，搞定了。我跟你说，小姐姐，你现在有一个选择，要么你把这300单给江哥全部陪玩，给他。带他打，给他打完，要么你就把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，你自己选择。江哥，我给你退完吧。江哥，你看行不？现在就退。你要么对，你要么退给我，要么就玩，你反正。江哥，我错了，我就退给你吧。江哥，对不起哦。没事没事，你，哎，没事。
我也不想多说了。江哥现在觉得我觉得很牛逼知道吧，我都能帮他搞定这个事情，看到没兄弟们。那你多的就算了，反正就最起码300嘛，反正你就转我300单就好，其他的剩下的就算了。 OK OK， 我立马退你江哥。江哥你收到钱了以后跟我说一下，你先退给人家，这妹子能退得这么快跟你说。行，退了没有兄弟们？不急啊，等他收到钱再说。江哥我给你退了100的我限额了。限额了？嗯，对，银行卡限额了。 你家银行卡一天限3000块钱啊？行，你退了100单，剩余的200单你要么给人家打游戏打完，要么我还会再找你，我跟你说知道不？我会退完的，就是限额啦。你12点你就限额啊？现在刚好12点，你限额，你在忽悠谁吧？对，12点刚转完就是限额了。那你一天天的退嘛，你今天100单，明天100单嘛。行，江哥，如果说他没有退，你明天跟我说，随时可以找我都行。嗯，联系那个风凉就行，那凉风知道吧？行，我行。OK， 只要那个你就走吧。OK OK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我再发现你再出现这种情况啊，自信姐，你就等着吧啊。还有，那是，哎，我想问一下自信姐，你们俱乐部是每个陪玩都这样，还是怎么回事？那我不清楚啊。那你不清楚，你指定是跟谁学的呗？指定是有人这样弄，你们才跟着模仿的呗？哎呀哥哥，以后不会啦，以后不会啦。我只是想问你，你跟谁学的？还有我问你一下，刚才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名字，杨总，他是正儿八经的副总还是陪玩？哥哥这个是俱乐部机密，我不可以说的，我都认错了。行，我也难得，我不为难你女孩子。行好，行吧。那个柠檬，哎，还有我问一下，那个柠檬是跟着你们一起是干嘛的到底啊？怎么这么俱你们俱乐部都认识他？我不清楚。你不清楚是吧？你也是不知道对吧？嗯，他背景很深的。哦，那你的意思你现在就是你做的这些行为都是跟着他们学的呗？是不？哎呀哥哥我都认错了。好，行好，我不为难你，行吧，你走吧。拜拜。不刁难小姑娘，兄弟们知道吧？那个江哥怎么样？哎，我在。我操，兄弟这么厉害啊？没有，那个，只是你这他要是真退回来的话，我找连峰，我送你150单，可以吧？哎，不用，我不做陪玩啥的，那个不用，你就帮忙啊，就帮下忙而已，帮下忙而已。哎呀，没事，反正我当时也没指望要回来。你下次留个小心眼，知道吧？你下次留个心眼就行了，你就尽量去那种稍微正儿八经的，知道吧？稍微去正经的，而且你每次存单你不用存这么多，对吧？你说他不赔，其实多的很多的女孩子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第一次点赔完，下次要是再点的话，应该就记住了。嗯，行，那你看明天如果说他不给你的话，你再跟我说，给了你就算了啊。行吗？行，谢谢兄弟，我操，太厉害了，我操！没有，应该的，主要是你是那个梁峰的朋友是吧？你们也认识，那个你去感谢一下梁峰吧，好吧？对，好，行，嗯，好，那我都得感谢。好的，行，好，拜拜。行，那兄弟，你先忙，兄弟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好 ，OK。兄弟们，怎么样？可以吧？现在主要是我弄不到那个梁峰。怎么到他？哦，不是凉风，那个他妈的柠檬怎么到？就很烦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必须要体罚这个自信姐，小陈，你觉得要不要体罚他？我觉得可以体罚他。顺便要不要抓？要不要把这个自信姐拉回来？啊？
牛逼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要不要抓回来？嗯，搞一搞。小三，你会刁难他不？我会刁难他，让我来刁难他。你来刁难他。我换个号，我不要用这个号。你不用这个号，我用这个号，他不就知道了吗？我看怎么弄，放走算了。我让小三刁难一下他。不能放走他，你叫恶心一下他，真的，我心里面很不爽。虽然是女孩子，但是就那么我人，我直播间人多，我就不想弄一些恶心的方法，让小三来弄，给我恶心他，军训他，知道吗？嗯、可以吧？行，那我换个小号，你换个小号，行。我看怎么弄，嗯、我看我跟他怎么说。好，我这样说，我把他拉进来，我看他。知道我又拉你干嘛不？怎么了哥？哇，你直接都改名字了啊？你害怕的是这么快啊？你怕封号啊？啊？我他直接跑了，小畅啊，你抓不到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还要反。我操！不能吧，完了，放跑了一条大鱼，兄弟们，他以为改名就封不了号，怎么办，兄弟们，他应该下线了，应该是跑了，我说那就不好办了，小张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只能去抓他了。你别去抓他吧，只能去抓他了。他竟然跑了，兄弟们，我不知道他改名字是什么意思啊。我现在马上，等一下，我给他梁峰打个电话，让那个平淡打个电话问一下那个女的有没有在后面问男的，知道吧？要不然这样吧，小畅，给你介绍个男的吧。哇塞，你给我介绍个男的，谁介绍男的？你可以从这个男的方面问一下那个女的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要不要？要有道理。嗯，可以，行，来，今天玩男的，我靠。不是玩男的，没办法呀，你要就要，你不要就算了呗。要，什么叫玩男的、啊、要，我要，什么叫玩男的呀？我要，你要是吧，但是人家不给啊，人家不给，你要不给，人家不进来。你拉他，拉他。哎，哥们，你现在还玩游戏不？哎，咋了，兄弟？你还玩不玩游戏？你还要玩游戏啊？你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小姐姐？我不玩了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个小姐姐。不需要钱，不需要钱，你放心。小姐姐，对，你要不要小姐姐？要的话，我给你整一个，要不要？可以，可以哦。你要不要那种中性的？中性的。算了吧，就是你想要哪种妹子吧？你给我说一下，可以。我也不知道哎，反正看感觉嘛。看感觉，你就说要哪种。有没有声音好听点的？声音好听点的是吧？等我一下，我先给他正儿八经介绍个妹子，烟雨酱或者妮妮。OK OK， 能来不？他们这个点不好说，已经一点。平淡有没有？问一下啊，问一下，稍微给他正儿八经整个妹子过来，兄弟们。还有像这些安安啊什么玩不玩？要玩的话，你先问一下他们那几个会撩一点的安安，可以叫安安来配合一下，可以来两个女的。一个男的，小畅，你要那种声控吗？没有没有，其实也还行吧，是女的就行呗。跟那个，
我一开始跟那个谁啥打游戏也是，他一开始说话不是这样的，后来就变成这样的。好，行行，我马上给你整。什么？现在来了一只妮妮二丫，叫妮妮啦。还有谁呢？还有安安是吧 ？OK OK。来，我现在把他给你搞进来，准备。妮妮、啊、安安，游戏 ID 叫什么？你说话。游戏 ID， 妮妮。游戏 ID。游戏 ID 叫什么？哎呀，我操！跟他们交流好费劲啊，有一点点小费劲，但你不要着急。我现在介绍个，我现在要拉进来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慌不慌？不要慌，好吧。啊？我马上帮你拉进来。你咋了？他倒计时五秒钟。OK。OK， 他很神秘。OK OK。小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苍花花。OK。要来了，你看到他的名字 okay, 你将会爱上他，他像花一样美丽。你说的我都可以不出场，好，不用管不用管，等会儿我让你听他的声音，唱唱非常的动听，知道吧，闭麦小偷，闭麦，我闭了闭了，我的、okay、头像本人吗？头像本人，本人差不多，他们用的都是同一款手机，知道吧？安安这里来没有啊？哎呀，他怎么没说话？就是你要感动他，你要感动他，他才会开麦，知道吧？你要用心感动他。哎，这两个女的来没有？说句话呀，这儿呀！哎呀，我急死了，都不说话的小三，他们两个来打个字也好嘛。哎呀，游戏 ID 叫什么嘛？咋了？是不是安安来了？安安来了，安安来了。他不喜欢啊。不是不喜欢，可能你要用你的魅力稍微把嗓门往上提一下，哥们儿，你稍微提一下嗓门，他应该就会开麦了，对吧、要感动他，你试着感动一下，稍微用成熟音，知道吧？成熟男人的声音，快点啊！我来个女的，说啊，玩老六吗？玩老六是谁？只要两个女的哦，妮妮吗？这玩老六是？喂 ，Hello， 你说哥哥再加油，你扣个字小的。马上，我先确定一下人呐！你们游戏 ID 发到二丫里面。放上花，开麦，开麦，开麦，让我听一下。Okay. 你跟他说，哥哥，再继续加加油。你说你的声，喂，可能你的声音还不够浑厚，要不你会唱歌吗？你给他唱一首，他应该就要来了，他应该就要开麦了。啊！游戏 ID 啊，仙人，快点啊！我不会唱歌呀、啊，怎么办？不会唱歌，会背古诗吗？背一首古诗，李白的。我觉得苍花最喜欢听李白的古诗，你背一首。李白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这什么字啊？举头望数字 ID 啊，数字 ID 给数字 ID 啊。你看你背不完，不能背这么简单的，稍微背那种鹅鹅，会背鹅鹅吗？背一首鹅鹅。大声哎，我。哦，声音比较大，你背一首《鹅鹅鹅》，我觉得《鹅鹅鹅》应该会背吧，稍微背点流行一点的啊。跟小姐打游戏还有这么对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妹子都喜欢那种有文化、有水准的男人，你一定要用自身魅力打动他，知道吗？一定要来《鹅鹅鹅》，要有感情朗诵，知道吗？鹅鹅鹅，现在跟妹妹打游戏还要选拔吗？现在？你至少要应该背三首就可以了，他应该就要开麦，三首古诗，随便想三首。OK， 来个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掌拨清波。我就是玩老牛啊，他们也不说话，再来一首，我想想，幺六八，再想想，对，想一下，幺六八幺八九幺八九，完了，我去，跟那个打游戏都牵扯到这个文学了。同意一下我整不会了，我都多久不上指定要文学，我给你提拔一点，想一下、有没有杜甫的什么，我再想一首啊，想一首，想再想一首杜甫的或者什么的都可以，这怎么一下牵扯到古诗了，给我一下大脑整宕机了，我去，我现在、等一下啊，来，你看，你不用想了，来，直接开麦，你听一下声音怎么样？啊，开麦，来，敌敌威，又来一个，啊，喂，
喂，你好，可不可以？喂喂 ，Hello， 你好，不是这小姐说话是怎么了？啊，没有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好的，可以，御姐音很棒。OK， 我再帮你弄个，不要紧。御姐，小三，等会儿让娃娃他们拉你。OK， 马上，我再帮你拉，很快。我来了。我去，兄弟，你这么多小姐姐啊？就是多，来，跟哥哥说句话。喂。Hello， 他可能嗓子不舒服，这个玩偶你可能嗓子不舒服，没事，我让那个 DDV 拉下那个唱花，好吧 ？OK， 玩偶六哦不，玩偶六，等会儿 DDV 拉玩偶六，我先拉唱花进来。你们这哎，你们这名字怎么都差不多啊？小唱进来，这玩偶六怎么回事？麦都开不了，我操，逗玩呢。OK， 宋总华刚准备开麦了，他 OK， 那这个江哥你自己玩，等会儿你看你能不能感动这个唱唱花，他就开麦了，知道吧？等会儿马上把那个玩偶妞拉进来，然后呢，你现在可以跟这个 DDV 说话，知道吗？就是这个什么什么迪，知道吧？迪会跟你交流的，你再听他的声音，来再说一句话。Okay. 我叫 Andy， 小张交给你了。OK， 那我开播了。啊，你们都可以开播啊，知道吧 ？OK。你们都可以开播，应该人气都还可以哦。好，兄弟们，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好了，把那个玩偶妞也拉进去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妮妮都不说话的，他喵的！你说这样怎么能做到准备？这搞什么飞机我都不知道。小苍，你要有回音，你知道吧？你这样很难受的，让他们。好，兄弟们，我今天就下播了。OK， 兄弟们，来小苍直播间，火速来小苍直播间。我真恶心，我必须勾引一下这个男的。你为什么不说去安安直播间？去安安直播间，安安是个妹子。去妮妮直播间，妮妮也是个妹子。安，你不开播吗？喂，你别人家麦开着跟人家说开播的事情啊、哦！哎，你一定说话了。我刚才，哎呀，没，我歪歪没声音。你不仅歪歪没声音，你游戏麦说话都没声音。童哥，我还没脱屏，我这边有杂音。哦，有杂音，那就你们看你们谁开播吧，女孩子。不把握机会，你看看吧，都被小仓这个老牛给抢去了。哎。你说这今天只能玩一下男人了。你说你们女孩子怎么不把握机会呢？这就自我展示的时候了。一个男的看你们怎么勾呗。算了，兄弟们，那就看小苍了。你们自己要开播就开吧，我就不教了。兄弟们下播啦，你们去他们直播间吧。真的把人家逼得他妈唱古诗，你说嘚不嘚？都背古诗了，真的。要怪只能怪他们这些小。